小荣啊，我一会儿就来，一会儿就来，别叫了啊。我也不管了。全村都自愿的场面，为了咱们志愿军，人家都快做好了，就咱们家泄气。小荣，你干什么呢？你干什么？我做慰问大人的，你面吵好了吗？我们不吵了。你不吵？哎呀，真丢人呐！真丢人！真丢人呐！真丢人！真丢人！我怎么丢人了？怎么丢人了？你不关心咱们志愿军，你不慰劳咱们志愿军，谁说的？谁说的？那你怎么不吵呢？我们家都做那么多了，都已经做好了，马上缝袋子了。那看你们呢？我们才不会落后呢，我们做的细致，当然没你们快了。哼，你懂什么？我不懂。不跟你谈，让你管吗？小荣，怎么了？怎么不炒面了？嗯，哥哥呢？有福来了，哥哥净和他说话，叫也叫不出来。小凤都说咱们落后了。小凤是跟你闹着玩呢，你都少先队员了，这么点事儿还不懂？不生气了啊，走，咱们吵去。那你把我哥叫出来吧。不用了，我回来了，你去烧火，我炒，就让他们说话去吧。啊。那他们说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周成啊，你也在忙活这些个呢？啊，是这么回事儿啊。咱们这庄稼人心里可是实打实着，咱们这会儿有这么一番好光景，就不能昧着良心说话。这是解放军给咱们打下来的天下，现在听说什么美国又要不让咱们过太平日子了，这志愿军又出动了给咱们挡着，那你说咱们给他做点慰劳品，这倒是点本分事儿吧。啊，嗯，这可也是啊。不过咱们是多年的朋友了，又是道亲，我有几句真心话可不能不说呀。三次世界大战就要开火了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啊。唉，我对你说，你可不像道外人讲啊，是天机不能泄露啊。啊，省里那个孙探主啊，有一天早晨起来，见东方是黑云弥漫，旭日无光啊。回屋打坐，是自觉心神不安呐、啊。于是唤来三才童子，是分享奇谈呐、啊。谁与老祖下降，批写天书，说道啊：今年是三气末节，罡风扫时，是天下大乱，是。人无数啊，这个就应在世界大战上啊。哎呀，老祖告诉我们道亲呢、啊，是勿远处，是勿管身外事，广为布道，是方能免灾躲祸呀。你不知道吗？
不知道啊。那你怎么还做慰劳品管那些身外的事情呢？真有这回事儿？嗨，我能骗你吗？这么大的事情你都不知道？你大概是好久没上摊主那儿上供过去了。你不去敬道，这天意如何知晓呢？啊？我是收庄稼忙啊。忙？这倒有情可原呢。不过你可不能像别人一样啊，啊，上政府登记退道啊。咱们是多年的朋友了，我有话才对你说呀。是啊。哎，而今是人心不古啊，好些个道亲就胡作非为。你看，就把这一贯道的五字真言随便告诉别人，这就是叛道啊。这样啊，说不定就触犯了天条，是必遭天报啊。何家西村有个叫张二宅的，他就触犯了天怒了，所以有一天夜里啊，就从这个窗户外头啊，歘一下子飞进一个红蛋子来。他抬头这么一看，见一个黑脸的人呢，向他是张牙舞爪，是狞笑而去，说把他吓得是魂不附体，口吐白沫了。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？不知道。这是上天派下来的，反到了谁家呀，是不出三天呢，就有大灾降临呢。后来第二天呢，张二泽才回心敬道嘛，这才终日口念五字真言呢，无太佛弥罗，无太佛弥罗，这才免了此灾呀。这你不能不信吧？啊？是。是。所以说，你要知道啊，是万法归宗，是五教贯一呀。咱们的道呢，是通天的圣道，所以他的真言呢，也是至神至灵啊。我现在已经把天意都告诉你了，你就别做那身外事了，管他什么慰劳志愿军了，这个了那个了，你还是多替天行事，广为布道啊。把我所讲的那些话呀，告诉道亲们，这就能化灾为福啊，你说对不对？这周成啊，我是好言相劝你啊。你如果要是半道之成的话，真有一天三灾降临呢，那不要紧呢，那就口念了五字真言无太佛弥罗，这就能万灾俱消啊。那么你要不遵从天职，广传道义，怎么能显得你敬道之成啊？这村子里的民兵查得紧呐，我可不敢。哎呀，你这样敬道不成啊，说不定就触犯了天怒啊，你好好想想吧。哼，我们都吵了一大锅了，你快去吧，都把人累坏了啊。你好好想想吧，我回去了啊。这回你可该去了吧？去了。这回该你吵了吧？嫂子，我去抱柴火去啊。你怎么了？什么事儿了吗？刚才有府来了。爹，快点，你看你这孩子，你看你少抱点不就好了吗？
你们俩炒面，我上火啊。还是你们两个干吧。咦，还我们俩人干？你不愿意慰劳咱们志愿军？谁不愿意慰劳咱们志愿军呢？队长来了。来了。你来给咱评评理吧。啊啊，你们两个欺负小柔了啊？那可不行。小柔，你说吧。本来我哥场面可起劲了，后来他朋友来了，他们俩唠了一阵，出来就像个泥菩萨，动也不动了，也不炒面了。是这样吗？嗯。周成啊，你怎么了？没怎么地，别听他的。什么？我能胡说？少先队从来都不撒谎。嫂子，你说，你说。可也是，你倒是怎么了？周成啊，你是不是也听信了什么谣言，上人家当了？没有啊，没有。我知道现在有特务分子，还有什么一贯道的活动。特务分子，那怕什么呢？有咱们少先队，还有民兵队站岗放哨抓他们。一贯道吧更狗屁，什么五代波弥勒，五代波弥勒。小荣，别胡说。小荣，你怎么净胡说呀？嘿嘿，胡说。小荣，小荣。我说是吧？小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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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咋地呀？咋地？看他吓的！周成啊，你咋就不大好使啊？你怎么还进这一套？什么一贯道五字真言，谁不会念呢？念不念都不管事儿，一贯道就是骗人。你说是不？可也是。哎，你们别闹了，快干吧，别人都干好了。哎，好，我走了啊。烧火。哎，搁火。今儿个有福来了，跟我谈到今年要有什么大灾，劝我别管身外事，持诚敬道，牢记五字真言，就能化灾为福。这五字真言要是真能化灾为福，那也好啊。可是人家说，谁要是胡念五字真言，就遭五雷轰顶啊。这小荣白天瞎捣鼓了半天，可也没怎地呀。这可也是，
你说这五字真言到底灵不灵啊？非把这个鬼抓住不可。对，哎，我的车哟，你到墙的西拐角去，注意着大门，监视住村口，去吧。好，老李啊，嗯，你搜东边，我搜西边去。好。乱七八糟的，为什么能藏人呢？队长，那里又黑又乱，可容易躲人了。
没有呢？老李，哎，你到队部去把大家召集起来，来里面搜查。好。周深，啊，咱们到隔壁去看看去。走。哎，你们别去了。我们抓坏人说不定开枪。对，对了，你们别去了，走。嫂子，咱们回去吧。不是我可不敢去，怕什么呢？我有鬼，有鬼，有鬼！看我去，小柔，小柔，小柔。不太不明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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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太不明了。哎呀！鬼呀！是不是这个？哎呀，你可把你奶奶都吓死了！你这个，哎，先别打，先别打，我问问他，谁叫你来干这个来？说，快说！叫我说什么呢？叫你说是谁让你来吓唬我？那我怎么敢说呀？要泄露天机，就遭五雷轰顶啊！你还什么鬼天机？爷。你怕五雷轰顶？你怕空调吗？我怕。怕就快说。我说。县里那孙摊主啊。什么？县里还有摊主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就剩孙摊主一个人，他躲起来了，没被抓去。他还偷偷的干呢。哦，是这么回事啊。那你得好好的老实说出来，不然我饶不了你。快说说。我说。我是啊，一直跟着孙摊主的，还没坦白登记。昨天呢，孙摊主给了我一些钱，让我下乡啊来造谣，劝道亲们好好的回心敬道，还告诉他们呢，不要听政府那一套，谁要不信呢，就装鬼吓唬他们。就这样我就来了。就这样你就来了？你胆子可真不小啊。周成，这回你该明白了吧？
信你们这些无知贼言，怎么把我害得好苦？你还说呢，这都你干的好事。队长啊，你还不知道啊，白天那个油府来了，说什么天灾呀、大祸了，什么少管身外事啊，还告周成不做伪劳品呢。怪不得呢，出油府来以后，我哥场面就不起劲儿了，原来还是你这坏蛋给破坏的。我差点上你当。周成啊，这回你该明白了吧，他们哪是什么圣道和天道的，他们就是被特务操纵的一批坏蛋，专门来破坏我们。这以后你还信不信？我还信。你还信？你是自找倒霉，都差点给我吓死了，都是你们这群坏蛋干的。打他，不要打，让他领我们抓住那个坏蛋，把他一块送到政府去好好办他。走，对，都抓你那个摊主去。我不敢去啊。你不去，求求你。我去。